这个了吗？应该是开始，我感谢进来了。这个念巫，因为它的中间没有一撇，所以这个是卡西巫师。然后这些应该都是复制上面的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看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小丑可以 follow 一下。然后螺丝很像还没叫。OK，你现在主线怎么样啊？或者是 level 要不要再搞上去？那升级条件是什么？哈，也就是我们，soga，是我们最近等级要51等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们就先练到51就好了。哦，它其实是有一个要件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就是练到51是吗？那可以了吗？啊，是我其他只也要50哦，搞什么？可是它可以重复练脚诶。虽然这样很没有意思，但我目前也没有什么角色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说命运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会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里了？那算了。啊，所以他等于，所以他等于一直都在强调我们的 level 唉，那他没辙。我懂。就只能这样搞了。那你想要怎么样？这，哎呦，怎么给？哎呦！这是外科学吗？等于说，可是他可以重复角色上去练啊。我们今天到这里哦，没掉过。然后那个制造机去做。